每一个向上的人 都有属于他的舞台。 有河流的地方 就有他。 不知不觉重复了上万次。 有他的地方，就会听见他的台词。对参数的设置和高度的关注，包括温度、转速，都会影响到我们产品的品质。他没多少台词。老板，说的不到几个人来了。17年只做一件事，只要没活着，一定把账还清。 跨越1400公里。 他选择和这片土地站在一起，一次次点亮大荧幕。他用热爱留住光阴，他要用脚步在难题里走出新路。 能不能把天花板变成起跑线？他们问自己。当阳持续实现老旧小区改造，为更多的生活为提供更舒适的居住环境。张老师往这边站点啊！大家看我镜头，3、2、1。 向上的当阳人会被城市点亮。向上的当阳人值得站在舞台中央。每一个向上的城市都有属于他的舞台。当阳人上场。